灵芝在古代有仙草之称，具有长生不老、起死回生的功效，含大量的多糖体和三萜类物质，被公认为抗老圣品，且经常与枸杞作为配伍汉方食材，是流传4000年的食补良方。自古以来被视为滋补圣品，具有防老、滋补肝肾、养颜明目等显著功效。枸杞全身是宝，明李时珍要典记载，春采枸杞叶，名天青草，夏采花，名长生草，秋采子，名枸杞子，冬采根，名地骨皮，更将宁夏枸杞列为本经上品，称全国入药杞子皆宁产也。现代生物科技将灵芝与宁夏枸杞鲜果原粒1:500的无氧浓缩鲜萃，搭配超临界低温冷冻制成，保留完整的枸杞原汁与灵芝多糖体全精华，具有补中益气、养心安神，适合长期熬夜、电脑工作、司机问讲、学生族、老人保养圣品。